厉害，你来电脑电脑来电脑。这是我们的陈俊彦老师。今日伊阿妈过去去接电。目前看起来，你车子内部是还好吧？大家请问一下，你师傅再做个检查。好的。也是。这已经不是重点了吧？反正。你看那个手。我要找的吗？我要变。我做你安排。乖哦，要带你去看医生的哈，要乖，加油。感谢镇上瑞城汽车保养厂及野湾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人员的协助，顺利救援三枪，抢救一条宝贵生命。令民众车辆在行驶时如发现异状，建议选择妥善安全停车处所后停下，详细检查车辆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若发现可疑人事物，请拨打110报案，警方将尽速前往处置，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